后能定，定而后能静。山伯，你只有琴音全无神髓，五音乃发自心肝脾肺肾，五行俱备，缺一则五音不齐。请问老师，心肝脾肺肾，学生缺乏边一样呢？系情啊！唉，梁山伯啊，梁山伯，你知否世间情为何物啊？《诗经》都有嘅，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呢一首就系《诗经·周南关雎》篇。笑乜嘢啊？有咩好笑啊？你听得明唔听得明啊？你又系个不解风情。